如果一直抽含羞草，他会累死吗？你礼貌吗？含羞草自我防御意识很强，一旦有外界的刺激，就会迅速合上叶子。但也有例外，一位生物学家做了个实验，让含羞草反复震动了60次，叶子居然没有闭合，于是就得到了一盆不要脸的含羞草。但换个方式刺激他，他又会重新做出防御姿态，每次防御都会消耗很多能量，长此以往他就彻底自闭了。你会有办法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含羞草蓄谋已久的报复。含羞草中有含羞草碱，长期触碰会导致毛囊萎缩，引发头发脱落。狗急了跳墙，我含羞草急了，就让你寸草不生。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作用，含羞草也属于草药，叶可宁心安神，根可止咳化痰。关注好药师，有趣的药食养生。